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限动电台，我是张栋梁，哈哈。那最近呢，这段时间我在干嘛呢？我在休假，我在休息，其实也没干嘛，就是让自己到处走走看看啊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啊，看看不一样的风景，呼吸不一样的空气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也让自己多看一些电影啊、电视剧啊，之前想看但是没时间看的，就觉得要多看嘛。因为其实看书对我来说真的很慢，我会看书，但是一本书我要读好久好久，那相对看剧啊、看电影就会让我吸收的比较快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吸收方式，去让自己有，你知道，就是输入。哪怕是那走在街上，其实也是一种输入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，嗯，好不好？那节目呢，还是说一说节目好了。节目播到第八期了，我还真的是一个正派的角色都没有演过。那回头看看呢，其实真的蛮对应之前我说的超越自己，是吧？我的 KPI 不就是超越自己吗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张栋梁，那这真的看太多了，没有一点一样。这一次这个卢文仲的角色呢，每一次拿到这种比较反派的角色都是有一点点担心的，因为第一都会先想到那个肢体的冲突要怎么去演，然后就会想到会不会伤害到对方啊什么的，怎么样比较合适啊。那另一个呢，其实这一次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港商，虽然说导师们也没有说规定，那他也是可以是一个普通话说的非常好的港商，其实没有限制嘛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给他有点特色吧。那你叫我说粤语啊，叫我说普通话啊，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有我自己的腔调吧，但是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。但是说港普这件事情嘛，真的是一个生活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像一种音乐类型，它不是你要去模仿有多像，比如说爵士hip hop， 它都是发自一种生活方式才会创造出来的一种东西，那就跟语言是一样的呀。那我要怎么样在极短的时间去把所谓的港普呈现的好，那想要算了，就反正我尽力了。但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帮这个角色就是赋予了多一点点的色彩吧。那其实这一次的拍摄我也觉得学到了很多，包括在现场跟其他演员啊，然后鹅导也会在，然后现场有一个郭导，那郭导其实给我很大的帮助，他都会去调一些细节的部分，像我这两天刷一些评论，大家看到的一些细节，其实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，当然我觉得呈现出来一定会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但其实是导演们、鹅导啊、郭导啊，大家都会去帮助演员，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谢谢大家。那说到演这种带一点反派色彩的角色，其实熟练起来了吗？好像有人说什么我开启了一个变态赛道，我没有想要开启，但是好像呢，我的总统套房这句词儿倒是被大家记住了，是吧？好像这个号码牌有点长啊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算是完成了一个角色。那拍摄完漫长的季节影视化的第二天呢，节目组就安排我们去做一个生活考察。那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人才市场，那天我跟大聪、张瑞还有赵一宽一组的，然后那是工作日，所以其实是真正的看到这种人才市场的一个面貌。我的话其实我就觉得要在极短的时间做一件可能真的会被，因为我们的 KPI 就是要被聘请上，那但是又不能是歌手或者是演员，那我就看到一个婚庆司仪，我觉得其实这个我应该可以的，虽然我没有，我有吗？小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我做音响，对，那偶尔会帮人家说两句话这样，但是没有全程主持，所以我觉得婚庆司仪我应该 OK。
然后在那个采访的，哎，在那个面试的过程，我就反正豁出去了。其实那一天一开始我也有点绑手绑脚，但是后来我觉得到一半我就进入状态，要唱歌就唱歌，要跳舞就跳舞，要干嘛就干嘛。我觉得后来是抓住了一个点，就是我就是要讨老婆本，对，然后要马上娶我的女朋友，然后我要赚外快。我觉得有了这一个底气吧。然后就让我的角色迅速的进入状况，然后也让我迅速的拿到了这个，面试成功，所以还是 OK 的。那天我也看了像张睿啊、大葱啊、赵奕欢他们的面试过程，我觉得赵奕欢让我挺印象深刻的，他真的是，愿意去做一些跟自己完全形象不符，但是又可以做好。对，那大葱那天的那个爆改也是挺。娱乐性很高啊，只能这么说了。那还是要帮我的那个婚庆司仪打一下广告。如果大家有婚庆司仪有缺的话，不介意价钱比较贵的话，可以找张小弟我。是有多贵？好了，那下一期又是新的一次录制啦。那今天呢，我选了一首歌。那因为今天算是有讲到我的港普。港商这个角色卢文仲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我翻唱过的一首粤语歌曲，《钟声没来》，好像大家还挺喜欢这个版本，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。那这是去年唱的哦，回顾一下。
请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身世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欢乐时间过得快，又是时候讲拜拜。今日希望大家都会有好心情。咁下个星期同一时间，我哋行动电台再见啦！大家都要终身美丽哦，这样说，拜拜。